做一个不负人的人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去负，负就让自己产生负数的负了。那来世要不要还呢？当然要还，哪那么好，天天吃免费午餐的，没那么好的。所以你说你今天去庙会提了左手一袋右手一袋都免费的回家，觉得好丰盛。你真的了解这全盘呢？你不敢提啊，你不敢拿免费的。反正走过必留下痕迹，你以为像吃的高兴，你像吃一口就要还一百口，你敢不敢吃？那我怎么办呢？你说那我怎么办呢？人家这免费我怎么办呢？哎，你怎么不能做施予的人呢？是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天要拿人家免费？你不能做施予的人。我施予什么呢？施予什么？我问你啊，我先问你啊，你要施予什么？哎，睡着了。施予爱呀、啊。是不是？是。为什么呢？哎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你猜题也要会猜嘛。我们说施予什么，就是爱与感恩呢、啊。那还有什么好选的？那就施予爱啊，不会二分之一机会嘛？是不是？你不能不答题啊，是不是？真的、啊，这世界是这样，长这样啊。你为什么要在大太阳底下去发今天这疗愈全集？发这个音乐的歌曲的传单，你为什么？因为你要施予爱呀、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拥有爱呀、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跟天地相连，共振了。你要知道，你心中很有爱的人，你去发传单，人家拿的几率比较大。嗯，是，对，是，是。是你心中不是真正有爱的，你是为发传单才去发传单。刚开始发的时候，是吧？你不管是自己去发还是一群人去发，刚开始去发的时候，你也没想那么多啊。别人发都有福，我就是要有福，所以我来发了。哦，终于来了，啊，来了就发，拿一叠啊，发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然后。旁边的那个志工就说啊，这样不可以哦，我们要面带笑容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来说哦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哦，好像对啊，就没有人要我的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又过去，对不对？本来没有想到，你知道吗？那脸色很难看，要不要了？啊，一听到那个刚刚人家提醒了，要微笑哦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哎、欸，你不要笑，真的有这种人呢、欸！你不要笑好不好？真的有这种人呢、啊！我跟你讲，真的有人像这类人很存在的，不是假，是真的。所以我有时候说，一切要出于自然，你知道吗？我想的都好笑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是事实的，这不是假的，真的有人这样。哦，所以我有时候说，修超马要修真，对不对？你真才会跟天地相，要不然一步错，步步错，人家真的就是礼物，真的是多到不要了。结果你还在说为什么都是他，那为什么就是你没有呢？对不对？因为你就是沾一点沾一点沾一点，然后一大堆问题问题问题，所以真的很多问题。好、哦、所以你心中这个爱，你这个能量提升起来调动起来，你真的就会愿意跟人家分享。你心中没有，你天天就是抱怨抱怨抱怨，心中火得要死。你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你最好要有先见之明，跟人家一下笑一下哭，有没有？脸色难看，然后又想到说，哦，要脸色要微笑，又一下一下笑一下。我跟你讲，人家反而不要，人家吓死了，先跑了。所以人家是很轻松发了一叠，然后真的是幸福满满。你也花一个下午去，哎，为什么他幸福，你就没幸福了？